好，当阿嬷跟当妈妈的喜悦恐怕是不相上下吧。这位加拿大的阿嬷呢，收到女儿用儿童积木包起来的礼物，打开一看，这里头放了一个代表 baby 的 B， 表示她要当外婆了，开心到尖叫不已。而激烈的反应放了网络上，大家都说这阿嬷好可爱哦。如果知道自己要当阿嬷了，你一定很开心。不过这位来自加拿大的阿嬷大概是望孙心切，反应可是超级大。It's a block. We have a baby. What the hell? Are we having a baby? 这位喜极而泣的老太太是今年60岁的雪莉布朗，她盼望外孙盼了10年，女儿去年耶诞节怀孕，用拆礼物的方式告诉她，让她开心的语无伦次。这段影片在1月22号被家人放上网路之后，到今天已经有接近40万的点阅率，连加拿大当地的电视台都想要采访他们。It was a little block. I thought it looked like a little jewelry box, and I thought, what did they get us? And as soon as I got through the paper and saw a B, I knew.这么可爱的老太太在网络上瞬间爆红，虽然她老人家后来害羞拿下了影片，但是还能让人感受到她当阿嬷的喜悦。中天新闻钟宇浩综合报道。